迎大家再度来到慧中智财 IP 发大财系列。今天我的老师，行业祖师爷级的邱慧中老师再度来到节目现场，帮我们提供慧中智财 IP 发大财的秘诀哦。邱老师是我们智慧财产权领域的偶像，他的经历呢，包括了两岸大企业、国家司法鉴定机构的首席数据官、专家顾问、知识产权导师，例如三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能照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公标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与知识产权鉴定评估中心、深骏与北京德高行知识产权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北京金丰泰顺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跟北京工信联合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副总经理。工研院技术移转中心、冠雅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长，台湾智慧财产局、中央大学、中原大学、中华大学、原治大学、南京讯息工程大学都曾经邀请邱老师去授课。邱老师还是清华大学、逢甲大学、中华大学资策会的专家评审。常常受到国外著名的研讨会邀请演讲，更是匪陶匪荣誉学会的荣誉会员。那邱老师，您最近针对中国专利复审无效程序的大数据呢，做出了各种人工智能、机械学习的大数据模型分析。那很荣幸呢，老师给我机会合作，我们撰写了一些的这个学术 paper，我们也获得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rketplace for Innovation Idea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Law 邀请，5月10号的时候在欧洲排名前5名波兰的这个名校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还有呢，这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Economy Law,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eyond，他邀请我们6月26号在奥地利的 Krems 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中，向欧美所有的这个名校来报告您这个重要的这个发现。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您做这部分研究的这个动机？那这么精彩卓越的人工智能机械学习大数据模型的设计，那它背后的这个理论基础啊，还有呢，就是在这当中我们发现，这对企业其实有相当大的帮助，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分析企业、大学、机构专利的稳定性，然后对于帮助专利的诉讼啊、授权啊、交易啊、专利证券化、股权化、货币化，或者是整个策略管理，都有非常大的注意，商机潜力无限。所以，是不是请您好好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发现，然后也让我们的企业知道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可以来帮助他们做更好的知识产权。各位朋友好，我是车慧中，很高兴来分享这个针对中国大陆专利复审无效数据的研究成果。会对于复审无效的专利进行分析研究，基本上还是源自于专利价值评估的考虑。因为有太多的国外研究告诉我们，现存的众多专利，其中大约仅有5%不到的专利曾经被实际运用过。其余95%上的专利，终其一生只是一张专利证书。命好的专利可以被挂在墙上显摆，命不好的专利只能默默地被收在档案柜中，一辈子不见天日。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发现这些5%曾经被实际运用过的少数高价值专利呢？这就要回到专利侵权诉讼攻防的操作。实务上，当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指控专利侵权，那么反击操作除了提出不侵权抗辩以外，通常会立刻向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原告的专利提起无效宣告的请求，因为只要无效成功了，专利被撤销，侵权与否就不需要讨论了。换句话讲，被提起无效的专利，绝大部分都曾经实际被运用在产品与服务上面，不然没有办法找到侵权对象。那么这些专利，也就是那5%的高价值专利，他们当然有很好的分析价值。那么对于这些被提起无效的专利，我们根据无效决定呢，区分为3大类：全部无效、部分无效以及
全部有效。全部无效的专利，我们可以视为强度较弱的专利；全部有效的专利，可以视为强度较好的专利；部分无效的专利，可以视为强度一般的专利。通过高等统计的分析法，我们发现了这三大类专利，其实在某些专利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在某些专利指标上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我们还发现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那些具有显著性与具有不显著性差异的专利指标其实是不太相同的。那么这些发现其实对于现存的专利强估评估体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有些指标在一般观念当中是被认为可以区分专利强弱的，在我们研究当中却发现它们不具有显著性的差异。打个比方来说，专利附图数量以及专利说明书字数，对于全部无效和全部有效的发明专利来说，其中并没有任何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的，我们还利用了复审无效专业数据以及 AI 的机器学习技术，去架构了一个预测模型，它可以根据专利指标的情况去进行分类预测。来预测这一件专利，如果它会走到复审无效程序，会是倾向于哪一种结果？是全部无效呢？是部分无效呢？还是全部有效？这种 AI 预测模型能够协助企业和组织对已有的专业资产进行强度评估，快速地找出高价值专利，对于专利维护与运用工作有积极的帮助。同时，这种 AI 预测模型还能够对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做竞争分析，进而定义出拥有高价值专业组合的领先型企业。